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an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若涵。好，今天这一个企划就是非常特别，因为若涵她其实是我脸书的好友，然后就是前阵子我常看到在一些特别的节日，就是佛日，那就会看到她 po 了一些照片，家里有很多古曼童宝宝，然后就是会供了很多吃的东西，就很像是在家里在办一个宴客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因为佛日嘛，就是想说，大家刚好可以一起吃饭啊什么的，一个礼拜的一个家庭日的意思。之前我们拍摄很多就是泰国佛牌的一些宗教信仰，那我第一次看到就是有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可以独立供养这么多的古曼童啊，或者是阴牌，因为大部分你的都是属于阴的居多嘛。对，其实很少看到女生就是会供那么多的古曼童，然后还有一些阴牌，而且是特别用了一间房间，就是让他们在这个地方这样子。就是这就属于他们的房间，他们的空间，他们就是我的家人，所以他们一间房间，我一间房间。对。所以一开始只有一尊的时候，你也是让他一间房间。是。所以你当时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？我刚开始接触是18岁的时候。对，但是我并不是从宝宝开始请供起的。我是就是以姐姐牌为主，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姐姐，我比较喜欢有人照顾我，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就18岁的时候说我不会请宝宝，但是在去年我的第一个宝贝他出现了，然后呢我就开始一路上的请供宝宝之旅。所以一开始你说我不会请供宝宝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还要照顾小朋友好麻烦哦，我需要被照顾而不是我要照顾人。很多就是一些像我们的观众女生，其实他们一开始第一面佛牌通常都是会找一些像女灵姐姐之类的，就是觉得说姐姐可以保护她，或者是帮助她的事业可以有一些成长这样子。那时候家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吗？我刚开始请供姐姐牌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住外面，我自己住，所以我的家人并不知道。是直到有一次，我妈妈来我的租房子的地方，然后呢，她才发现说，我有在供。那妈妈那时候第一个反应也就觉得说，没关系，你只要告诉我，就是如果你走了，假设我出车祸走了，这些生物怎么处理？你只要可以明确的告诉我，那我就可以接受你供奉他们。我不希望就是生物到后面你根本就没有告诉我要怎么处理，然后就把生物留在那边也不是一件事情，就跟台湾神明也是需要供奉一样。所以妈妈的意思是说，你只要告诉我如果你死了那些生物怎么处理，然后我告诉他之后，就是我跟他讲说可以送回去我原本请供的那一间，他就说好，那你只要给我解决方案就可以了。因为他觉得说这样我已经选择请供，就代表说我已经认定他是家人了。那总不可能就是我今天养了一条狗，然后因为怎样，所以我觉得我不喜欢的就可以随便乱丢。对对对。对，所以我妈妈就是觉得说，那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处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子算是蛮开明的一个家庭。你那时候就是一开始接触，因为是女灵姐姐的阴牌，为什么你会去选择就是全部都是偏向比较阴牌，或者是古曼娃娃，就是你要往正牌？刚开始请供阴的嘛，然后阴的效果一定会比正的还要快速。因为我那时候做的是微商。对，所以赚了钱之后就慢慢的越请越多，越请越多。然后呢，我也觉得说，这个刚好有我的缘分。我也喜欢。那所以我就把它请回来了。然后到后面呢，我没有接触到正的。然后就慢慢的也有在请正的，但是相对于正的来说，我更多的是阴的而已。就是刚开始可能刚开始抱的时候觉得头晕晕的，但是后来就还好了。一开始你还就是可能磨合期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晕晕 的。了解了解。那这样子算是一开始很像是在跟他们相处，然后就是那个频率之类的。了解。你一开始女灵姐姐，然后再来是第一个就是那个弟弟嘛。对，我们第一个是弟弟。那你后来为什么就是会陆陆续续就是一尊一尊一直供供到现在，就是可能就是像这样子两个沙发吗？对，就是总共有二十几尊的古曼娃娃。古曼娃娃嘛，因为我就觉得说，这个刚好有我的缘，刚好是我喜欢的。
对，然后刚好他们身上的经文是我需要的。所以你平常就是从第一尊或者是第一面牌，你大部分在求他们都是求什么？我不算求，我会跟他们讲说，就是我希望你们保佑我出入平安嘛。大家都一定会希望出入平安，最基本。对，然后就是帮我赚早点生意，因为我们家是做生意的。对，还是会希望早点生意，就这样。真的有觉得说，他们有帮到你？有，连我阿公都觉得，家里面生意有越来越好的迹象。哦，阿公也觉得。对，因为阿公也知道这一间房间是属于他们的空间。对，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瞒着他，我就搬回家的时候，我就直接跟他讲说，我这一间我打算要拿来做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说，与其等你发现，你再来跟我说，不如我直接告诉你。我也觉得就是大家应该要这样，也不需要瞒着家长说什么，偷偷供啊什么的。看得出来吧？我们两个发生是一样的，我就是带他去美发店做的。你会带他去美发店给发型师说？对，跟他讲说，我想要这个发色。对，就是你像你平常可能带他们出去。会有别人有什么？会啊，还是会有异样眼光。但是我觉得说，那又怎样？就像我不会歧视你家祖先，你为什么要歧视我家宝宝？因为他们不知道说你已经把他们当成是家人这样子。对，就是我会觉得说，你怎么觉得是你的事情？跟我无关。对对对，所以你如果说出去，可能像逛街啊、吃饭，你会让他坐在你的对面的椅子上吗？还是你就是抱着？我会让他坐在我对面椅子上。如果那一间有儿童座椅，我就会拿一个儿童座椅给他坐。啊，店家会特别说什么？不会啊，可能如果带一尊，就会让他们坐儿童座椅。那如果很多尊出去，我们都没有一台小朋友专门的车子。你们有时候出去是会带好几个？对，就是把他们全部都装在那台车子里，然后推着他们下楼，就是把他们扛下楼，然后推他们出去。就带他们出去玩这样子。可能像我有时候会去文化中心走走啊，我就推着他们一起去。既然都选择他们了，那就代表说你把他们当家人。那你不可能把家人藏在家里面一辈子啊。在供的过程，或者是说，你今天可能放了一些食物，或者是你今天烧香，那可能你出去了一下子，然后再开进来这个房间之后，有让你碰过，就是说，你觉得很神奇，他们真的是存在的，因为。很多人他其实是用半信半疑的方式再去供这些小朋友，但是你有自己就是遇到过比较神奇的那种感觉吗？其实还好，就像什么养乐多会喷出来啊什么，我都觉得就是科学就可以解释了嘛，对，因为压力问题嘛。对。但是我觉得说，可能拜小朋友的水果，因为他们喜欢吃苹果嘛，我就会拜苹果啊什么的。但是他拜完很快就会坏掉，就是跟农历七月对那种东西都很容易坏掉。对对对，就是拜过好兄弟，然后那些东西有时候长辈会说不要吃，不要吃，因为很快就会坏掉。所以你自己也有发现，就是供奉过他们的，对，很快就会坏掉。所以你如果假设今天你准备了一桌的食物跟水果，你供完之后，这些你们会吃吗？不会，我们会再重新可能煮过。然后拿去喂给流浪狗，就是人没有去吃供过他们的。对，但是我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。哦，就不要浪费掉，不要浪费掉这些食物。你这样子供的过程当中，除了说就是你发现东西容易坏，有发现过什么微小的灵动，或者是说他们可能曾经托梦过？像我们家住是一整栋嘛。对。然后举我妈妈的例子，昨天我们并没有人在家，只有她一个人在家，但是。我妈住在三楼，她听到四楼有小朋友在跑的声音，就是你可以听得到很清楚，小朋友在那跑跑跑跑跑过去的那种声音。对，她在跟你分享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她是会怕吗？还是没有？她只是跟我说，就是叫小朋友不要跑这么大声，因为比较晚了，那种三四点跑的时候，可能要稍微轻声一点，因为我们跟隔壁是共用墙，对。怕吵到隔壁而已。他们的衣物是你特别一个一个准备的吗？对，就是比较符合他们的个性，他们比较喜欢什么颜色，我就会配合他们喜好，然后去搭配他们的衣服。刚开始是买的，因为就是也不知道去哪里买，然后后来呢是刚好有一个师姐，她是越南的，她就说这是我们越南同学，就是邻居家卖的。所以我才跟他要到，我就说，那我就可以自己买回来。对，所以现在就变成他们穿的就是我卖的。大多数都是女生的衣服吗？
还是男生？男生女生都有。我们家比较就是小孩比较有个性，嗯，可能他不喜欢那个颜色，嗯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会尽可能按照他们的喜好穿衣服。你在帮他们穿衣服的时候，你是会宝宝问他们喜不喜欢，还是对？哦，你会用宝宝的方式，我会一件一件问。嗯，先穿上去，然后再问。对啊，如果他不喜欢，我就会把它脱下来。脱下来，然后再换一件。哦，那这样子其实也算是真的，就是把他们当小朋友在看待，因为大多数其实都是穿上去就是我主人我喜欢就好了，就不会特别去问他们说，哎，喜不喜欢啊？没有，我还是会一个一个问。如果大家就是你本身也有在供小朋友的话，如果有需要衣服，也可以去私讯他的 IG 或者是脸书嘛。脸书，对。希望这一次影片大家会喜欢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Hold my beer for a minute. I'm about to quit my job, cash in for a ticket. I'm going on a trip and I don't plan to visit. I'm gonna stay there till I feel like I'm winning all. An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. I need a big change, help me feel like living. I need a big swing.